先让我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打工经验？有领薪水的，有领薪水。做什么？早餐店。早餐店。有没有照老师把早餐店怎么算？一个小时100块，几年前的事。一年前。违法。告他！不过我们劳基法重点针对的不是这些雇佣定的，当然他们也必须要，他影响大的都是那种像多台。可是认识的对不对？认识的，如果认识的这么好用的话，你觉得呢？认识就可以不守法，这是观念的问题。会问你们有没有？是因为老师有提到说你们都是一年级，是吗？哈。那我们这个就是，只要你长大变成社会上的分子之后，你们都必须要面对这个。也许现在你们不一定感受得到，但是你回访听听，好不好？你家邻居大哥哥大姐姐他们面对的困境，甚至是你的父母，其实像你这么大，他们不断的都在面对这些问题。这张图啊，是2015年前年。劳工团体每年在5月1号去纪念劳动节这个节日的时候，都会向社会去诉求，向政府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要什么。那这一年，他诉求很简单，跟今天谈的主题完全不切合，就是说他们要缩短工时，缩工时，反过来，时间做太久我会累，做得够久我就生病，甚至死，这叫过劳。再来，我们要加薪，我们不要派遣可能对你们比较生疏一点，它意味着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就业，不稳定的工作。不稳定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稳定收入，这样对于一个人而言，他在社会上是很不松。他的司机哦，丢烟雾弹，他们向谁丢烟雾弹？这边是中东。丢烟雾弹看起来好像很有趣、很酷哦，但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必须冒着被国家刑法追诉问题。那这么严重的话，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干？就是他们很生气。2015年，隔年2016年就是总统跟立法委员选举，通常这个时候都是会累积民怨最高的时候，刚好劳工也是最痛苦，所以他们做出的动作都很激烈，他们要用最激烈的手段去表达出他们的愤怒。虽然在比起韩国或欧洲这个小 case 啊，没有人受伤，这个都是小事。问题是他们在挑战公权力，挑战。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这个就要回到我们说2016年就总统大选了，2015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在回应社会的每股力量所表达出来的，比如说劳工，当然要缩短工时，要加薪等等。好，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总统是蔡英文，他2016年获得大选获胜，他当时还没选的时候，他怎么回应这些劳工的？我用红体字表达出来，就跟今天选择直接相关的。第一个，总工时，你们说不要过劳，所以工作时间要缩短。大家有概念吗？台湾不是都很爱比？那台湾的工时有多长？全世界有名吗？全世界排第6。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全世界我们不一定会跟法国、会跟欧洲、会跟美国比啊。那我们自己亚洲比一比，第几名？第2。第1名是谁？啊？大家都猜得差不多，其实固有症结。第1名是南韩，
他每年台湾每年平均劳工的工时是2034个小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人家一天上课2个8小时，2000多小时，那是怎么一回事？好，再来就是啊低薪嘛，哦说他要扭转低薪的趋势，最后一个公平集体劳资关系。看起来很抽象，简单讲就是说，个别的劳工要跟老板谈，没得谈啊，老板不会理，力量悬殊太多，所以劳工就必须集结团结起来，有一定的人数数量，集结成力量跟老板谈判，这个叫公平嘛，哈、哦。那展现具体的就是工会。那好，我们他当时主张这样，我们要来看看。那从大选选完之后到现在也一两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这次我们要来谈的就是一例一休。那一例一休是什么？我们现在要知道啊，现在现行还没有修法啊，就一例一休，他现在是说我们每个礼拜上班40个小时，每天上班8个小时，这样子。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想象成周休二日，对不对？40除以8，它不是5吗？哦，事情没有那么单纯。他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我不可以6小时。如果我每天上班，雇主帮你们排的是六个小时，就40分钟，你就必须要上6天。也没有超过1个礼拜40小时，所以一例一休不等于周休二日，每周40小时也不等于周休二日。再来，有上班就有加班嘛，那加班它也有规定一个上限，就是说你一个月有时候加班有时候不加班，加起来不可以超过46个小时。然后你一天里面你的加班加你正常的上班不可以超过12小时，为什么要规定这么多不可以？要保护劳工。好，再来，我们刚讲一例一休，那例跟休在哪里？哦，来了，例7天要有1天的例假日。我们一般的观念说啊，礼拜礼拜天，但是在实际的劳动现场，例假日不一定是哪一天。你7天里面，你也许我这个行业礼拜六礼拜天生意正好啊，我哪有可能让你休礼拜天？啊，那我们例假是定礼拜一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7天里面就有1天，也就是说你连续做工不可以超过6天呐、啊，最多就是6天。第7天你就是，而且这一天不可以上班哦，上班就算违法，不但加班费要照给，雇主还要被罚。哦，这个就更强硬的规定。然后休息日呢，就比较不一样了，一例一休嘛，哈、哦。他说一样7天要有1天的休息日，但是这个可以加班。那可以加班，既然有加班，我们就要算加班费了。这两个一起讲，如果我们是平常上班的时候啊，8小时事情没做完，老板叫你留下来把它做完，前2个小时是1.33倍，后2个小时是1.67倍。这样举例讲，假设我一个月薪水24000，这样比较好算。然后一个月平均算30天，所以我1天多少？动一下脑筋啊，800。那一天上班8小时，我1天800块，1小时多少？100。好，这样很好算嘛，哈。好，他的加班费前2个小时就是算133块，1小时。那如果到第3小时、第4小时呢，就要算167块。但是如果休息日老板叫你出来加班呢，你做1个钟头，还是要给4个钟头。做4个钟头当然给4个钟头，也就是说你做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都要给4个小时的加班费。一样啊，到第5小时一样要给8个小时。哦，很优渥哦。然后刚刚这里讲平常加班是1.33、1.67倍，这边变成2.33、2.67倍，哦，这样子减很多呢。那可能大家会想说，为什么啊？劳工为什么这么贪心？做1个小时，竟然要给4个小时，哪有这种事情？这边有一个观念啊，如果
劳动力哈是可以储存的，当然就没问题。如果劳动力不能储存，它就需要休息。那如果要破坏这个休息的节奏，你就得付出代价。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小故事，很有趣。所以有一个记者，他隔天是休息日，那报社打电话叫他，你加一下，加两个小时，刚好有一个我是公司爆炸，明天要开记者会，你跑一下。那第一时间他只得同意啊，没有能力跟雇主说不要，他只能本来要带小朋友去动物园，好，决定了。那他开始，我是公司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吗？瓦斯公司是干什么？就很简单的、卖瓦斯，没有那么多陷阱啊。但是他可能牵扯到，比如说他有多少用户。我们知道一篇报道不能说啊，这家瓦斯公司是在卖瓦斯的，这谁都知道，干嘛来报道？他有多少客户？他每年营收多少？然后他可能供应的主要区域在哪里？这个每一个记者没有那么厉害啊，他都是采访到赶快去做功课，去上网 Google 来的啦。所以需不需要准备时间？他花了2个小时准备。好啦，这边问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住在学校附近的，走路5分钟到的？没有，有，真幸福。有没有要半个钟头才能到学校？有没有要1个钟头的？还是有嘛，对不对？当记者这个就很难。第一个，如果要住在报社附近，很贵。第二个，你要去采访的地方又不一定发生在报社旁边。他可能住新店，他跑到三重埔去采访。他可能住屏东，可能事情发生在哥伦比亚。屏东都在屏东，但是屏东到哥伦比亚要100公里。那怎么办？他通勤时间不要多1个钟头，来回又2个钟头，那实际记者会2个钟头，所以他领到了2个钟头的加班费，但是他付出了6个钟头。这个道理就是在这边。再来，修法里面提到的轮班制，一例一休里面呢，他有很明确的规定说，我下班到下一个班要上班了，至少要间隔11个小时。至少，那如果说你们平常是下午4点放学的话，如果照这个规定，11个小时是什么时候？套炸啥量啊？这很难想象的啦。劳动生活就是这么残酷，但是已经觉得不错了。他这次要把它修得更大。他整个一例一休在去年，修法，今年实施他。设计这样子的制度，它的用意是在说以价质量。哦，对啊，休息日叫你出来加班，多给你加班费，雇主就会觉得成本增加，就不随便叫你出来加班，就要精密，就真的有需要才叫你出来嘛。再来，这样子如果不随便叫你出来加班，那你出来工作的时间就是减少，降低工时。我们刚不是劳工会说啊，太累了要降低工时。最后。我们说一例一休也不是周休二日，但周休二日是个理想，总是要往那边走嘛，过渡到周休。那周休，一例一休是长那样，那它怎么来的呢？我们刚有提到2016的总统大选之前，各政党都在回应劳工的需求，执政党那时候是国民党，他也在回应劳工的需求，他提出了每周40小时，本来是双周84。一个礼拜是42小时，本来是这样。他说啊，那我们再减少，可是减少薪水一样的话，成本老板的成本会增加啊。老板也不是笨蛋，因为他会说，好啊，要不然你既然执政党这样讲了，我要尊重你，但是我开了2个条件，一个砍7天假。什么叫7天假呢？我们劳工本来一年里面，例假日那个。不要算特休假，不要算，他还有19天的国定假日，就是他不用出来上班，一样有薪水领。那如果出来上班，他就领 double， 本来是这样子。老板们就说：“那不然你7天砍掉。”啊，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本来
每个月规定我加班不可以超过46小时、啊、那我如果有需求变成不能叫我现有的劳工加班，那我还要再去雇用新的人，也是增加我麻烦啊。那你给我提高到54小时好不好？好，他用这个做交换，当然没有换成功啊，国民党他就没选上了。民进党呢，他一样，他上台以后，好，7天假照台，但是他为了平息劳工的愤怒，他提出了一例一休，就是我们刚讲看起来不错的一例一休的配套。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呢、啊，包括劳工绝食啊、抗争啊、机场全国大动员，导致这样子的一个恐怖平衡、勉强接受的局面。但是啊，你通过以后什么时候开始呢？哦，今年的1月1号开始照那样走哦。哦，休息日要加班的话，就是做1给4，做5给8哦。但是我们政府说，其实想想蛮贴心的啦。虽然那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他很担心说事业不清楚，所以定了3个月的宣导期，告诉事业说，好、啊，我们一例一休通过了，你们要知道。那知道了之后，又担心他们不会，哦，他们把事业主看得跟小学生一样，看到法律条文还不会，好，就辅导期，我教你，看多贴心，这样子3个月又3个月，花了半年的时间，总算该开始了吧？你1月1号就开始要施行了呢，拖了半年，好，他就进入检查期，7月，但是怎么那么快？11月就要修法。那你真正执行才4个月啊，你几个月？那为什么？原来这段时间有发生一些事情，除了说这些财团、工商大佬会觉得说，当时我管你政府是国民党、民进党，你当时政府答应我每周40公尺通过，要答应我2个条件啊，7天假是砍了没错了，但是54小时还没有出来啊，而且你又给我搞了一休，所以。他就翻脸，他说：“那不要谈了啦，以后劳资协商都不谈了。”然后，当然要继续做生意，不能说翻脸就没有修复的过程，他们还是会去拜会这些劳动部长，去见立法院长，去见行政院长等等。然后每年在调基本工资的时候，他们也说：“那除非要点头，除非第一个公务员要加薪。”我不知道这个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第二个，一例一休要休，这才是重点嘛。讲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把重点是一休要休。所以呢，他们就自己来了，提出一个工商团体的版本的劳动基准法修法。这个东西，哎，你看我们提到啊，休息日，对啊，我刚刚讲说以价质量的那一个，做1给4，做5给8，有没有？然后弹性工时。哦，不要规定那么死，连续加班或者是特休假等等。工商团体反应之后，我们发现有趣的是，媒体也在反应。那媒体反应不奇怪，哦，可是你看它的标题“万物齐涨”，哦，因为增加成本。可是我们回头来看，哎，这边这是1月3号。大家还记得我刚刚讲一例一休是什么时候开始？1月1号。哦，这么厉害！1月1号开始上路，1月3号就万物齐涨了。而且还有6个月的什么宣导辅导期，根本还没有啊！为什么在涨？好怪啊！那中国媒体也来了，说嘛，这是在2月，今年2月啊，台湾今年惨了啦，他们的年度关键字就是。涨，这个不是都是在年底才在算的啦。然后这个也是1月4号，什么客运也涨啊，餐饮什么都在涨，搞到我们的消基会，而民间组织哦，很有公信力的消费者保护组织，他也觉得很奇怪，一者就怎么这么快就在涨，你成本都还没有支出，怎么就在涨？第二个。那你主要是餐饮业，餐饮业不是主要是食材成本吗？你的人事成本没有那么高啊，比重没有那么高，为什么反应的这么快？但是我们政府也这个时候也很
贴心的，因为那些理由，啊，我们这次要来修这些。啊？没有，它是功德，带功德。好，他提出说，啊，这五点要来修。那，啊，这五点我们刚刚有没有印象？也跟老板们提出来的好像，他们是谈好的吗？不知道，应该不是只有这么怀疑的啊。我们就来看看要修什么。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哎，修是本来做一给四，做四给八，做五给八，现在都要照时算的，做一给一，做二给二，做七给七，没有多的。这个就是在挑战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你完整休息的代价是什么？什么叫完整休息？本来休息日一整天，我是安排我的，除了睡觉八小时之外，是安排我自己的社交生活。我有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甚至我很认真、我很用功去进修，就是安排我这些时间的。你现在给我搓掉两个小时，搓掉一个小时，那我怎么办？原来一立一休定的那个就是要给付这个代价，但现在那个代价没了。哎，我会不会讲太快？因为上一个班我给他拖到时间，这样还好吧？该听得懂都听得懂，该听不懂的也就算了。好，这个时间是到3:50。是啊，哦，看来是准时下课好的啦。3:50。3:50。等一下要扫地。对，不要扫，可以不用扫，那就讲久一点。好，凡事都可以商量。本来一个月的加班上限不是说46小时，老板说不够啦。那现在要修成怎么样？哦，开始了，魔咒出现，工会或劳资会议同意的话，3个月138小时。那这样一个月多少？平均46，哎，好像没有变哈。但是他说每个月可以最多54小时，那每个月最多54小时，你不能说总量没变就没事啊。我们刚不是有提到，劳动力是没办法像机器一样存起来，你该累还是会累啊，不会是因为你事前休息或事后休息就变得不累啊，这是一个麻烦。再来，如果54小时是上限的话，它最多有可能出现连续几个月54小时，算得出来吗？几个月？大声一点啊！2个月啊！大家都还很单纯。4个月。谁说的？解释一下。就是1个月先30。然后后面两个月54，再2个月54，再30。你有在打工吗？很多劳工一开始也不知道，说啊总量没变啊。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提赖神，他有提到说四个不变，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不变，真的没有变吗？变了吧，我连续4个月加班54小时。再来轮班间隔，本来是说至少要休息11个小时，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一大堆，说什么睡觉8小时，我要社交活动，我要去进修，啊，算了啦，这个也不是天天发生，就同意11小时好了。但是他现在觉得11小时很难排班，是老板觉得不好排，不是排不出来哦，不好排。不好排的原因是什么？我要多雇佣人，我本来雇佣100个人就可以，对吧？我现在要雇用到110人，多出10个人的薪资。哎，如果是我们在想，那不错啊，那真的是像院长讲的，做功德啊，这样子失业率下降，就业率上升嘛，对不对？但是老板说，那钱你出嘛，重点还是钱，所以他会觉得说，啊，如果工会或劳资会议同意了，然后我们下线8小时就好了，好不好？那8小时。8小时的意思就是说，上下班通勤扣掉，那我如果稍微恍神一下，我一天睡不到5个小时吧。这个日子我们要过，你们要过，因为这是你们未来的劳动条件。我们到50岁了，可能顶多在10年后就退休了吧。
那你们往后还有几十年要过，就这个。再来，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刚刚讲七天有一天的例假，对不对？那一天是不可以上班哦，加班都不行。所以我们顶多就是连续做，做的要死，做六天，第七天，基督教的讲第七天就休，一定要休息，人不是机器。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刚那位同学，你会算连续四个月五十小时，你可以算他为什么可以连续上十二天班吗？一样啊，第一天例假，第十四天例假，中间十二天连续工作，那我们要过这种日子？这一点呢、哦，争议比较小，没有明显的损失，只是有时间的损失。就是我们刚讲哈，劳工的一般的假，除了例假哈、哦，现在还有个休息日哈、哦，然后再来国定假日，再来就是这个。我说的不是什么事病假啊，这个是怎么算呢？他一例一休里面有规定说，你工作年年资满半年的话，劳工就有三天的特休假、特别休假。那工作满一年就有七天，那往后这样慢慢加上去。现在重点不是在几天，而是在说本来啊，我可能因为老板赶工，拜托啊特休假今年不要休啦。又或者是说我真的安排不好我的自己的时间，结果没有休到那么多。例如说我一年七天啊我到年底了只休到三天还有四天怎么办？原本一例一休是说年度终结老板要把这些没有休掉的假折换工资给劳工，每一年。现在老板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他就说不要每一年麻烦啊，我们可不可以递延一年？那官方的说法这样很好，这样劳工就可以积假去美国玩了。也就是说，我今年七天的话，我只休三天还有四天，明年我也有七天啊。先不急着结嘛，七天加四天不就十一天就可以去美国玩了？有没有道理？不知道，可能要看你自己。不过这一点争议没那么大，没有实质的，因为第二年。还是没有休完的话，就要强迫结清工资。如果第二年的七天还剩三天，那是要结清工资，也是有吗？这个就跟刚刚我们的算例假十二天一样意思。第二年，对于第二年的七天没休完的，又是新的第一年。所以有人说啊，连这个也要算，就万一出事的话，就省下一年。不过这个没有人会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因素了，这个改天有机会再谈，因为那个关系到劳工退休金的计算的问题，有些人会有好处，但是不多，所以他增值不大，因为没有明显的吃亏。那简单讲哦，这个表你们去 Google 一下都抓得到，就是第一个这次休法呢可能会休成连续上十二天班。本来做一给四的，做五给八的，现在都要核实计算了。再来每个月上班，加班的上限提高，然后总时数不变。再来特休假可以延一年，轮班间隔十一小时变八小时。如果我们刚这样听下来，有没有人觉得刚刚休的每一项，有哪一项是对劳工有帮助、有利的？回归一点吧，如果有听到告诉，没有嘛哦。所以我们看到它只是在降低资方的成本，增加劳动弹性。这个弹性不是劳工的弹性哦，是雇主的弹性。所以它不管少的不利益的是在劳工这一边，利益的多的增加利益的在资方那一边，那劳工会不会生气？你们觉得你们如果过这样的日子，会不会想要改变它？还是觉得也还好？还是没有感觉，还没有办法去
刚刚提到那个倒背摆，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我们有劳动力有一些价值，都不是这三五年来建立的，都是工业革命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到工业革命以后啊，很多大规模劳动，就是工厂啊，本来以前的、啊、都是手工业，去铁匠那边学功夫，他可能有三个徒弟。其实工业革命之后，动辄几万人在一个厂区工作。那工业革命之后，一开始老板们的想法是压低你们劳动条件，薪水给你们越少，让你们做越久赚越多嘛。但是这个看似合理的对雇主对资本合理的现象，却造成社会动荡增加。那我劳工也是人啊，我日子过不下，我怎么样？会造成。所以有些地方不只是发生罢工、斗争，甚至革命。那后来就这些劳工们慢慢就跨国都会组织，那因为国际劳工组织慢慢有力量之后，他就会倡议，不要再让这些社会动乱影响到劳工的生活。你资本也不会是战争不会打到，一样会打到啊。那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贪心？那建立了什么？七休一是一种，三八工时制是一种。三八工时制听得懂？就是上班八小时嘛，但是我需要八小时睡眠，那我也要八小时我做其他的社交活动、进修等等。这个都超过一百年建立来的价值，这次全部了。所以那个帅哥，那个老帅哥才会那么生气。好，我们刚刚讲了一例一休，他原本在今年的涨价。再来，我们也看了赖神他提出要修法的方向。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该不该修？啊，你们自己来想想看。例如说这一张表啊，它是我们国家主计总处跟劳动部他们做的调查，就今年开始实施一例一休到八月。他们做出来统计有关加班的时间跟加班费，加班的时间减少，加班费呢增加，那不是很棒吗？当时一例一休，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同事，他一例一休这个建构的理由是什么？要透过以价制量来降低劳工的工时，来让真正过渡到真正的周休二日。这个不是也符合我们最前面看到蔡英文他的选举过程的六大主张吗？那为什么要修？他们不主张那样的吗？这个是苹果日报的朋友他们想出来的，修法之后他们替老板想出来的最终极版本。这个终极在哪里呢？这个颜色比较不一样的这一个区块，三十天的工作几小时？336小时。那这个就是有可能，但是我们的官员呢、啊，他会说，没有人会这样整劳工啊。如果没有需要，谁会整劳工？现在问题是，有这个需要就可以这样整，而且合法。如果这个修法没通过，你要这样恶搞，这是违法的呗。但是，当那个五个方向一修下去，就有可能产生三十天里面工作336小时。刚刚提到的过劳，每十一天就有一整。他会提到劳保局，这是政府单位，这个还是保守的数字。怎么说呢？台湾在世界有名的就是他在认定职业病或过劳死啊，是很严格的。如果这个数字是由劳保局统计来的，那现实至少翻两倍以上。就是他们觉得，哎，你这个不符合资格，证据不足等等，这些通通扣除掉了，是这个数字。那提到过劳，我们要提到一个现象，就过去我们的过劳印象停留在高科技的工程师，他们收入很高嘛，但是其实法律上他们不是责任制，但雇主说你收入这么高，你年终奖金这么高，你工作做完才下班，所以他们经常超级过劳，一天都待在厂区里面十几个小时。啊，例如说保全啊，保全，你看整天盯在那边，不能动，一天都十几个钟头，所以他们薪水跟
工程师差很多，但是他们也是过劳死的大众。那除了这些，我们发现，公车司机也在过劳，发生心肌梗塞。那发现医师、护士，他们也都在过劳，那怎么办？我到底感冒要不要去医院？搞不好感冒自己会想去医院，反而不太妙，因为护士跟医生都在过劳。那开公车以后，你们敢不敢搭公车？万一这个司机刚好又是尾班接头班，他们尾班回到家都超过一点，因为最后一班车开完都已经十二点多，他们要回去洗澡，干嘛休息？明天早上五点来排六点的班，你不是刚好符合你们的上学时间？以前我们在北列的时候，就放学混到三更半夜回去，那个司机隔天早上，那颗粒，我们是一个月一两次这样鬼混到半夜，那怎么司机开车也有尾班接头班？那不是很恐怖吗？你坐在车上的恐怖，那车大马路上那么多人，那么多车，万一，真的就万一发生了，这几天的新闻，好吧。刚刚影片我们看到哈，劳动基准法，用我们的话简单，正一般人的话就是说，你老板再苛刻再烂，也不可以比劳基法规定的还要烂。但是你可不可以好一点？当然可以啊，现在基本工资22,000，你可以给薪资给40,000，给60,000啊，没问题。但是你可不可以给12,000？我不行啊。好，意思就是这么简单。然后这个行政院长这几天回复劳工团体跟回复社会对这个修法的质疑，他说这是修法既兼顾了蔡英文总统提出的对劳工有利的部分，也提供了资方反映没有弹性的部分，所以他提出了四个不变跟四个弹性。但是我们看到的，如果就我们刚刚那个内容，是他有变的没有提，他只提不变的。例如说加班，他说加班的计算费率没有变，该 1.33 1.67 该 2.33 2.67 都还是维持原案。的确这个没有变，但是有变啊，本来做1:4现在做1:1啊，这个变他不理。再来每周工时40小时，每天发的都没有变，问题有变的是本来连续工作6天变连续工作12天啊，他也不提。那我们在意的东西就是那些，那四个弹性这个都是让工商团体他更方便，也就是本来是特例的，例如说连续工作12天是部分行业的特例，变成是全部行业都可以适用，不违法。这个最后这个几个价值帮，麻烦你们想一想，留在脑袋里面，现在想不通没关系。到底是我们的劳动生活是要给资方无比的弹性导致过劳呢，还是我们回到一个比较稳定平常的日子？所以稳定平常已经给他很多弹性，我们刚刚有提到2周、4周、8周变形开了很大的后门的啦。再来，刚刚影片也有提到劳工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加班？特别官员说劳工爱加班，中南部的劳工特别爱加班，为什么？薪水太低吗？如果薪水给我高一点，我干嘛牺牲我自己的健康时间？最后这个给你看一张，刚刚提到的台湾的实质工会组织率其实不到7个，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只有7个有工会，大部分的劳工是没有工会保护的。那反过来，如果100个人只有7个加入工会，这个工会有力量吗？没有嘛，大部分的人都在工会外面，工会怎么会有力量？好，最后再修理，怎么办？有没有看到这张图？功德院，这个叫做文化干扰。北部年轻人已经在做这种事情。公车站嘛，这叫行政院啊。这个有点枯手。哦，我懂。这个呢？这是年轻人的创意，他们把劳动基准法当成经在念，讽刺说这个没有用。那我们劳工朋友
在12月10号，我知道你们可能课业都，不过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天，国际人权日。如果心情不错，想出来散散步，来看看这些劳工朋友们怎么啊，向社会大众诉求，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